会给他。他从后边两会，他是红旗社，我不知道车牌，他丢的是红旗的脸。那是就是您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两会时间长街从自行车道走，我骑个断身泥从我身边蹭过去的，你吓着我是不是？碰着您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怎么知道自行车的会员他汽车呀？我怎么知道自行车的会员他汽车出现呀？您是今天上午参加什么会啊？你干嘛去你？你有那么忙吗？那没有，哎，而且他这右拐线，他得左，他左拐是吗？直行是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开会去是吧？你说什么刚才？师傅，你刚说什么？开会。您开会去，您不能违章啊！你不能麻呀麻呀，不罚吗？不罚吗？登记有信息。不，拿个纸呀，这事没，你罚他呀！我现在跟您说了，我现在罚不了，我们的任务就是。他违章了，我们会有登记，会通知组委会。不可能罚他，好吧？社会车辆，你就当时就罚了，两不管多少分，走公交车道，走自行车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两会期间，他也没有，他没有公务的东西。他是照顾车辆，他需要开会，明白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他是公仆。一会儿我们公仆开始我们老百姓选出来的，他不能有特权。那您要是这么说，他绝对不能有特权。我社保出现两个字儿都。快着兄弟，赶紧给他登记一下。你哪来特权啊？不是您那怎么处理？用不用叫属地啊？周总理，周总理来都没有特权。没发生事故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这还挺着急的，我。周总理都没有特权，你有特权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阻力随便，你是谁呀、啊，师傅？盗窃违章，两下。走公交车道，跨实线走进应急道，从我身边蹭过去的。你有监控，您自己调。您也有监控？我没有监控，我不带监控。不，我当时我骑车没录啊。我也信您的，所以我说我登记他，明白吗？走不了，这事儿今天走不了。长街啊，长街上跟我聊特权，没有特权，从来就没有特权。